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有在传福音的基督徒。当你在你的生活 everyday life 有这样在过生活的时候，有那个基督徒那个香味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传福音嘛。你要准备好势哦。彼得前书第三章有说，你要准备好势哦。人会来跟你怎样？人会来跟你问哦，你那个耶稣跟鱼稣肉稣有什么差别？来跟你问的时候，你要怎样？你说耶稣比较好吃。你要有准备啊，你要有准备啊，用温柔的心回答正人，不是说你跟这也不知道本堂。各位兄弟，用温柔的心回答个人。在这真的给我们鼓励，真的给我们提醒，你确确实实是有在传福音的基督徒，不能让笑笑的你就越久去了。请你在你的生活上面，无论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跟青婚的人的应对进退，所有上帝所给你的机会，你活出一个水的款式。各位兄弟，咱就是在传福音嘛，咱当心来祈祷。阿爸，我感谢你拣选我真多你的子女，我感谢我有这个福气，我竟然可以真多上帝国的百姓。我并无做什么特别水的代志，让我有这个资格，是完全是你的恩典，完全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我有这款的身份。阿爸，既然我有这款的身份，你就帮助我活出这款身份应该有的生活的款式，帮助我每一个你的子女，就照安尼来起造我的生命。虽然活在这个世上，不过我活上帝国的款式，这是最困难，这是不容易，这是最恶去达成的。不过我愿意在圣神在我的中间，在你的听在我的中间，所以我呼求，我大声讨，我要这样来活，求你帮助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